主料韭菜250克，卤大肠250克，辅料油盐蚝油姜10克，红椒1根，生粉蒜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韭菜切断，卤大肠切细丝，红椒切丝，姜葱切小条，肠丝加入适量的生粉抓拌一下，然后榨汁干爽松散后盛出浴缸留备用。起锅放油，煸香姜蒜与红椒，接着放入韭菜翻炒，加入适量的盐与蚝油调味，然后炒匀，最后放入肠丝，大火快速翻炒均匀，马上出锅。烹饪技巧一：炸肠丝的时候，一放入油中，先稍等上一小会，接着快速把它们放松散，防粘连。二次回锅炒制的时候，动作快些，这样是为了让它少吸收一点韭菜的水分，口感会稍带一点脆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